喂，慧珍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回去了吗？我刚刚到公司，活动结束，比预期的要早，所以我提早回来了。哦，喂，喂，你怎么了？喂，啊，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喂。 哎，胡珊，我说，你这女朋友这么……慧珍，医院来了。副主编刚才，我去找了她，然后她给我通话通到一半，我也没见她回来，她是回来了还是怎么了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副主编刚才是回来了，但是晕倒在走廊了，幸亏我和林浩在，我们把她送去医院了。你也别着急，医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疲劳过度。嗯，没事，没什么。那个，朱云姐，你把医院地址发给我。哎，慧珍，去哪儿啊，慧珍？ 哪儿啊，慧珍？林一木，我得去医院看一下。去医院看白浩宇是吧？等我送你去。走。不是，可是我现在……来吧，进去吧。林一木，赶紧进去吧。 已经走远了，该转身离开了，感情不穿人字拖，脚步才会轻盈的。是的，没错，没有谁离开谁不能活，全当路过，什么话都别说。 出一片云朵，雨下成泽也汇不成河。你我舍不得那首老情歌，听它的人是否怀念？